你看旁边，你看旁边，海哥，你这样为难我何必呢？夹心饼干。飞扬的青春，请准备，3、2、1。我走不动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我血了，我饿死了，我我脚了。为什么会有电动车？我走不动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来，请准备，请看旗子。停车停车，哪儿啊哪儿啊？停车停车，那个。哪个？走开走开走开，大哥大哥干嘛？给台铃，给台铃！不对，不对，让开！让人受伤，别受伤！起来，让人起来！啊，等一下，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！快走，加油！哇！这局胜出的是张真源。你们太不给台铃面子了！啊，跑最快的进去了，进去了。来，那我们继续啊！范丞丞冲一把，我被人控制住了。哥，我要是能冲，我早冲，我冲台铃都冲不过他们。这样，我蒙他眼睛吧，他不知道是啥帽子。可以，这诺诺，啊，请出颜色。啊！前辈，我想听你的歌长大的。谢谢麦高。往这再来一轮，加油 Vicky， 冲冲他们一把。 OK Vicky， 我拉了，你就算了，我拉太猛了，又给我锁死了。导演，麻烦问一下，这小安全带是从哪儿给我弄的？这小安全带就让你随时提醒你要系安全带。来，请出颜色。哪儿啊？哇，他怎么这么快？黑色。Nice！ 哇！给我！激烈，好激烈！
一把两个队一块上，可以，就是一黑一白，公平，有道理。我觉得可以，谁先猜出来谁先。这样，你们派出一个你们觉得最厉害的人，我们派出一个，我们就玩两轮就结束了这一把。范 PD， 是吗？不是，我们抓紧快回去。我们肯定是周身材。你们谁去？你去吧，雨琦。那就周身跟雨琦猜。好，然后文艺社两个描述，体育社两个描述，这里坐四个人。我们派张真源描述。啊，我拒绝。三年之约已到。哇，你去那边描述去。真源，你就在坐在范丞丞和李晨中间描述。哎，这样一个字儿两个字儿，你坐这儿。那他们你们俩对一个字儿，然后两个字儿。好，对。完了，又是第一个。真源放第一，他只会啊，不行。请出题。你这推你遮住他，我还在想吗？这叫谨慎，不然他就掉下去。来呀，这么难吗？真阳，你甚至已经慢到姚 PD 跟你说来呀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是不笨干，卡住了，卡住了。动了啊，动了，真阳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赢。白鹿，腹部，鹿皮，中间，哎啊，洞洞，哦，什么？腹部洞洞，洞洞，哎哎，陆星儿，哎，欢迎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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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谢谢你们描述的很好。好难，我不想在这个位置了，小哥，我们换一下。给他换个位置。好好好，你别换吧，我换换换。可是你在那个位置是看点哎。第一好压力大啊。谁都说不出来话，这么难吗？这么难，过吧。我想唱，我想到了。不，我其实这个字儿很容易。苗，对，苗。成语，山清水秀，蛇，画龙点睛，对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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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哇，这好长，哦，哇，这什么？哇，是我没有文化，是我孤陋寡闻，女醉酒，新贵妃醉酒，李玉刚，杨贵妃，对，啊，哇，就是，你给他捡漏了，哎呦我这嘴，哎呦，哎呦，白衣瞬间，你是听到我在讲吗？我不说话了，哦，这儿。是哪儿？德寿宫。寿宫。耶！我不该犹豫的，他是有点文化的。笨。同手。同脚。啊，你说。胆小鬼。顺边。水管。顺拐。铁。耶耶耶耶耶！雨谦，雨谦，雨谦。这么激烈吗？哎呀。我想到了，你别激动，真源。裸体，什么？连体模特。穿。没穿。啊！停！维纳斯。暂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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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可以，很抽象，但是很准，很准，没毛病，没毛病，没毛病。大卫，裸体，穿，不穿？这太难猜了，你们这个有点抽象。雕塑，雕像，维纳斯，大卫雕塑。这真的好难啊，维纳斯，大卫。国外的，是国外的典故。为什么要走？为什么要走这么远？是啥？皇帝的新衣。我们往雕塑去想了。对呀，好难。